还活着啊？你满身是血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哦，太倒霉了，太倒霉了！我好不容易等人搬完箱子，一进电梯就遇上地震了。电梯不知道掉到哪层去了。我出来之后走到这儿，就看到你漂在水上，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你拉上来。哎，老大他们没跟你在一起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你们一路这么惊险的吗？那我好像也算不上倒霉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可是原始重工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，再慢慢聊吧。我可不认识这里的路，但我手机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导航软体，我就是跟着导航找到你的。我们说不定也能跟着导航走出去，你觉得呢？我可能，主要还是靠你啦。就是这里了，导航的终点，名字叫做阅读禁所，看起来有点怪啊，这是什么游戏名词吗？那什么，不然你在前面走。为什么会有死尸啊？见鬼的导航，居然让我们来这种地方！那个小恶魔果然不可靠，我们快离开这！怎么回事？这门打不开了，明明进来的时候都没有锁的。我明白了，是那个小恶魔。该死，他不是引导我们逃跑的，他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来这里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再信一回那家伙了。虽然他经常胡闹，但交易还没完成，应该不会把我往死里整。我们小心一点，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
不是那个？那个，我们见过的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叫鹿，萨库拉鹿，那边那个是我同学。对了，这个小黄鸭，惠梨小姐。有此事。你不喜欢他们对吧？鬼才喜欢这种东西啊，他们要吃掉我啊，难道你会喜欢吗？我无所谓喜不喜欢，既然小库尔不喜欢，那就杀掉他。这不是蛇蝎八家的大杀器吗？怎么在这里遇到这种怪物？如果老大和师兄在，说不定还挺高兴的。但是现在只有你和我，他居然还叫我们等他。你说，我们两个扔下他跑路，活着出去的几率能有多大？只能硬着头皮面对他了吗？去看看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吧。啊？什么？去哪里？全是死尸！还认识饮料啊你，我们出去再买不行吗？哎，这种地方还放饮料机，好好好，马上去给你拿。谢了。那是东京塔，可以上去的。从展望台看东京才是最美的。喝点热咖啡吧。这种天气，热饮比什么柳橙饮料好多了。发现幸存者！老板，人已经接到了。
好的，做得不错。我是袁志生，请各位员工不要惊慌，大楼的封锁将立即解除。那几位正在离开的朋友，下次见面，我们就又是敌人了。再见，撒尤那拉。蛇旗，欢迎加。告诉我目标是谁，如果你害怕，就闪到一边。